我是温世凯，又到了我们课语教学的单元。今天我们的大来宾是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荣。阿荣是来自哪个学校？台南艺术大学。艺术大学，那念的是哪一个科系呢？应用音乐系。哦，音乐系哦，所以你看了吗？大白阿荣来后，他学以致用嘛，还没哈，所以带给我们很多音乐上面专业的一个知识。更重要的呢，都跟我们的客家文化紧扣在一起。而这一次呢，让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每个世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客家音乐风格。而这一次所聊的，发现到新世代的客家音乐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哦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一句话，叫做新世代的客家音乐跟你想的不一样。我讲的是海陆腔，你讲的是海陆腔，也是海陆腔，但是你不是新竹人，苗栗，苗栗人，所以大家知道了，苗栗其实也有很多我们讲海陆腔的朋友哦。好了，那同样的，我讲一句华语，一句海陆腔的客家话，大家跟着阿荣一起来学习喽。新世代信谁台？信谁台？新世代信谁台？信谁台？客家音乐客家音哦，客家音哦，客家音乐客家音哦，客家音哦，跟你想的不一样，让你想的莫困扰，让你想的莫困扰，跟你想的不一样，让你想的莫困扰，让你想的莫困扰。新世代的客家音乐跟你想的不一样，信谁台呀？客家音哦，让你想的莫困扰。新世代的客家音乐，那我们想的莫强哟。你学会了吗？我们下次再见哦，拜拜，掌了了。